蔡徐坤亮相亚洲新歌榜2019年度盛典红毯仪式。蔡徐坤透露，今天准备的表演是一首还未发表过的歌曲。他说，这是一首能带给我新的生命的歌。为配合新的概念，蔡徐坤还特意换了全新的金发造型，带给大家全新的感觉。在红毯上，蔡徐坤也不忘感谢粉丝，还喊话粉丝穿上秋裤，爱困们特别辛苦，现在北京特别冷，就还是要穿好秋裤，睡觉不要蹬被子，注意保暖，不要感冒了。非凡娱乐，时